号解释，就是大学教授要兼主管者才有服务法的适用哈。那为师的部分最主要是针对他是在这个学校警察特考三等特考里面担任解释委员。好，那他自己本身的部分泄露了三科哈，一科是海上犯罪侦查法学，那另外一科是海巡法规，那另外还有一科是水上警察的情境实务。那这个案子呢？